Thank you.
稣知影咱每一个人，咱的人生，咱的需要。耶稣也知影咱天父教会现时的欠缺。耶稣更加知影咱所徛起的台湾的需要，因为耶稣是你我的主，耶稣更加是全地的主。咱做伙来唱耶稣全地的主。我想在咱每一个礼拜，咱的礼拜天数的中间，
拢是咱甲上帝沟通的时间。咱用诗歌来娱乐，咱嘛领受对圣经来的真理。咱回应上帝对咱的疼，咱嘛领受上帝对天来的祝福。但是上重要的是啥物？我相信是每一摆，咱拢是用诚实的心灵来到主的面前，专心专意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圣殿充满而乐。来开始咱今日早起的礼拜。